花莲县香港局第三大队于16日幺八五六接获3月14日入山之四人登山队一名外籍人士脚扭伤，于八通关古道大分山屋急需救援。本大队立即指派三名协同领务组山警前往救援，并申请直升机吊挂，于17日早上约7点吊挂成功送医。